进去台湾不是有塞椰子进啊？塞椰子进菊花，那是什么东西？不会是人体的那一个菊花吧？哦，天哪，我上中国报哎，这是什么癖好？还要把椰子塞在他的肛门？男子肛，男菊花塞椰，哦，我天哪，无法解尿，医生用这招取出。在手术室拨开男子肚子直肠，才爆出这个椰子。还有登刊到英国医学期刊，哇天哪，这个案件到底是几红？那个过程我很想知道，他怎么样把椰子塞进去啊？我。